八月份上重要的节日，就是向爸爸来表达感谢的父亲节。就为着向天下的父亲来致敬，特别举办着表扬活动。其中，我特亲自来颁奖，感谢53位伟大的爸爸，也希望辛苦的父亲拢会当有一个美好佳节。迎接八月份的父亲节，除了各区公所陆续表扬模范父亲，其余社会局三好上午也举办盛大的表扬活动，即个以上赞阮爸为主题。感谢53位伟大的父亲，并在市长甲百会人士的模范父亲见证之下，共同为活动展开序幕。3、2、1，祝我们祝福我们所有的爸爸们。这次表扬活动由各区公所甲社福单位共同推荐，市长吴伟铁也以颁奖表扬，为了爸爸的辛苦，感谢因为家庭的付出。借着这个机会，再次谢谢我们的爸爸。当过去今仔日爸爸节快要到了，那我们一定要让爸爸过得更开心，这样子爸爸会开心，妈妈才会满意，妈妈会满意，家庭才会更和乐。那所以说再次祝福，也期待爸爸天下间的爸爸不仅是父亲节快乐，天天都快乐，让家庭更和乐。透过表扬活动，除了希望向伟大的爸爸表达感谢，也是鼓励民众踊跃将爱讲出来，让家庭更加和乐。现场也安排应季量相片给民众，为这届表扬大会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记者郭博义、市政府采访报道。